节目女人我最大今日讨论主题为蛇星座谁最会送礼。在节目中轮到瑶瑶黄乔欣要送礼物给主持人新梅姐时，她提到因为两人没有很熟，自己也是这几个月才比较常出现在这个节目，随后拿出自己准备的礼物，就是亲手做的狗狗地垫。对此她解释说到，因为自己也有养狗，所以很能理解新梅姐因为爱犬年纪大去世的时候心情会多难过，才想准备这个地垫。对此新梅姐也表示自己每一集都在忍耐不要哭，随后开玩笑说到看到那些狗都会想到自己的狗，才发现我的狗真的聪明好多。最后他也直呼真的很喜欢瑶瑶选的图案，并感动的献上拥抱，让现场众人纷纷直呼真的太感动啦。